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，中国是记录最好的大国。我们从未侵略过别国，从不搞代理人战争，不在全球开展军事行动，不以武力威胁他国，不输出意识形态，不干涉别国内政。试问，北约能做到这些吗？中国恪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，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。试问，北约成员国能做出这样的承诺吗？我要指出，中国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对于任何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损害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，破坏中国周边和平稳定的行为，我们将予以坚决有力的回击。